现在人在杨梅的麦当劳。哎，真是不小哦！干，被甩掉了。落水咬啊！落水咬啊！嘿，乖，水表咬吗？不咬。咬水表哦！哎呀，跳起来了！哎，这不错，活性还行呢、啊。干，人总会失误。何况我只是菜鸟。干，分心了。大鲤鱼啊！这里应该会有。看没瞄准。再一次啊！再一次啊！来啊！哎，这种感觉像雷雨哦。中了，我操！干傻眼，你少鱼，现在抱那么久，是什么时候在抱？哎呀！没咬准，干！再来！那这也不小哎、欸。哎呦！
默默的抱一声。哎，都说会有吧。抓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看一下多长，不要跳哦，不要跳哦，不要跳哦，量一下。4748。这只道有多长？5354，5354，干个人机会，太狂了！安娜，5-6条吧？啊？5-6条吧？怎么可能？他妈，你怎么可能6条都这么大？刚刚是5253吧？啊？什么？5253啊？我记录5是啊。看真假的啊？真的啊！你不是这样下面才49，我钓到你之前钓长大的。是不是？干，我就说这边可以钓嘛。打你脸！干，那800年才那一条。没有啊，我还有一条48的。那个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走了，我们先走了。你自己快走，你自己走啊！干嘛这样？哦，我们先走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干嘛这样？我只不过就是赌对点而已嘛。白你妹啊！你看，没有白一桌，他妈的一桌一万了，我他妈不会放你走。哦，那你们先走啊。我们现在人在杨梅的麦当劳。为什么我们现在人会在麦当劳嘞？因为我们今天的小编中了一只蓝底。53公分是他个人记录。我们为了庆祝这个记录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吃麦当劳。
这是我们的餐点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餐点啦、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金额，大家看一下啊。中一支蓝底，见者有份，下场就是这样。朋友不要太多，你越多，对不对？就恭喜你。不多说，开吃。